咚咚咚咚咚咚，为什么？Hello， 大家好，又来到我们 Skin Club 的环节喽。Skin Club 呢，这是一个公平公正的平台，你可以在这个平台上面抽到许许多多这个 CS2 的 skin， 那还有许多不同的玩法，以及许多的箱子，那提供给大家。那大家可以参加我们这个从这个月开始的活动，就是在每支影片呢按赞留言，然后订阅我的 YouTube， 那就可以有机会获得这个抽奖的机会。那奖项呢，大概就是一些。我在 Skin Club 抽到的一些 Skin， 中奖的人记得要私讯我哦。然后最后呢，就是他提供的这个储值方式有非常多样，还有 PayPal、信用卡、行动支付、Apple Pay、Google Pay 或者是加密货币等等，也有这个优惠码。在储值的时候也记得输入我的优惠码，那你可以得到更多的优惠。OK， 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抽箱环节。一样啊，我们先从这个4块钱的小小奖励开始小抽一下，这个是 CP 值比较高的了，我自己觉得。4块钱的，冲！那大家抽这个也不要太上头，好不好？依照自己的这个经济能力、经济状况来去玩这个就好了，有机会得大奖嘛，对不对？就跟买乐透一样。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，都没有看到好货从我眼前晃过去啊！小晃一下吧，小晃啊，又一样的，一点起司都没有。不然好像没抽过它贵的，哎，30块的我好像没抽过，看一下它有什么。哇、哦，好像不错，刀子蛮多的，抽个2-3个来试试看。来。啊！再一个，再一个，手套跟刀子从眼前晃过去了，超没起司，来个屌的，2把咯，再一把，再一把，再一把，来个屌的吧，最后一个。M4 啊，这个来当奖品好了。抽到这种，换10块的吧，10块的试试看。今天感觉运气也是不太好哦。你有没有一些没有？都到现在都还没回本啊？抽的都是比我抽箱子的成本还低的。喂喂喂喂，过去一点。喵喵嘞！就是差一格呢，哇！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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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超级完蛋，超级完蛋！哎，好歹给个这个吧！哇！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，看来这个箱子今天完全不行。为什么？来看这个，Holy shit！ 真的哎，今天都还没有回本过，来了吗 ？Oh no！ 我的运气。好像已经完全没了，这个呢？这是新的吗？我看看。啊！我的天哪，抽这什么东东啊？今天还没有完全没有回本过，连0.1都没有，非常的亏。哎，夜莺也好吧，
哇，这个 0.35 的我是通常是不建议抽啦，但是有这个以小博大的这个本钱，凡间纯输嘛，再多输这几块钱也不会输到哪里去了。1.75，然后我回了0.0多。哎！完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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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在最后抽两个。会中大奖哦！是什么？有料吗？16。哦吼！今天第一次回。啊！完了，这一定没有多少钱。不行了。通常我们运气特别差的时候，就是battle会特别的好。我们的battle就会特别牛。那对决两箱定胜负。嘿，小赢一把，小赢一把，完全不需要为我欢呼，因为我就是这么的有实力，实力派的、啊，用实力赢一下这些比赛的，加入这个，再跟他一打一，完蛋，还好他没电包，还有机会拉杆，定杆他。来个两块的吧，哦，又要输了。今天应该是 update 局，把我们刚抽到这些小垃圾呢，通通的甩到我们的升级去啊，有个60%的，冲，20块，13块换到20块，轻轻松松啊。今天绝对是见好就收，不可能再跟自己的荷包开玩笑了。哇！啊！事实，这是告诉我们，有时候今天在睡的时候就不要拖那么甜，就是我们下次再来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的影片也到这里啦，大家记得参加这个小活动，小抽奖的活动，好不好？那我们下支影片见了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拜拜。